铃薯好吃不贵，可种植马铃薯可是难坏了农户。发明人吴红珠能否攻克马铃薯种植难题？敬请收看《我爱发明》，进击的达人之吴红珠。马铃薯好吃不贵，可种植马铃薯可是难坏了农户。发明人吴红珠能否攻克马铃薯种植难题？敬请收看《我爱发明》，进击的达人之吴红珠。朋友们，新年好，欢迎收看《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丁西，丁西给大家拜年了，祝愿大家新春大吉大利。今天咱们来聊聊土豆。土豆是咱们日常餐桌上的常客了，它既可以做菜，又可以当主食，物美价廉，深受大家的喜爱。但是啊，土豆种植起来非常的辛苦，要经过起垄、挖沟、投种、覆土等等，有五六道工序呢。山东胶州有一位农民有志发明一台土豆播种机，并且呀、想把自己发明的土豆播种机卖到全世界去。他的发明梦想究竟能不能实现呢？让我们记住今天的节目。土豆学名马铃薯，因为其含淀粉量高，成熟速度快，而在全世界广泛种植，是排在小麦、稻谷和玉米之后的世界第四大重要粮食作物。2015年，我国也把马铃薯定为了主要粮食作物。马铃薯不用种子种植，而是采用块茎种植。开着拖拉机的这位名叫吴红珠，今年48岁。这个山东胶州的农民跟庄稼地打了半辈子交道，从最开始的全手工种收，到如今开上了各种功能的农机，种地的活儿比以前好干多了。可唯有种土豆这件事儿，所有人都还得手工种植。这个时候吴红珠有想法了。土豆大家都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种土豆、收土豆那么辛苦，我就想发明一台机器减轻农民的负担。开过不少农机的吴红珠对机械有一定的了解，他开始细心翻阅资料，学习机械设计。他发现不止本地市场，全国上下都还没有好用的土豆种植机。他意识到，如果真能研发成功，可能不光能减轻家里和乡亲们的劳动负担，还有可能让自己发家致富。农业机械化往后发是发展的趋势，别看土豆不起眼，我觉得土豆机械将来肯定是能干成大事业。有了这个想法，老吴找妻子要钱去了。我得现实，我得做土豆播种机。你用心思，找哪有钱给你做呢？你用钱用不多，这个事我考虑好长时间啊。我买点配件好了，保证把机器给你做出来。哎，你用心思，家有钱的地方多着，成不成还不是事，不同意，没钱。老吴吧哈，他要做那个土豆播种机，想法哈是挺好的，市场上也没有，但是哈那就等于从零开始，才开始大有风险的。咱就是个普通农民家庭，要是搞不出来吧哈，钱没了不说，还得欠一屁股债，那以后你说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可怎么过。吴红珠见妻子不同意，就找到了自己一直最贴心的伙伴，做农机销售的王泽秋。坐坐坐，哎，告诉你个好事。什么事？我想做土豆播种机。土豆播种机啊？是上面有没见过？哎，就因为没见过啊，我才做土豆播种机。啊，你像现在这个玉米科机械播种，花生科机械播种，小麦科机械播种。再一个，每当播种的时候，你看这老婆孩子气喘很大，人得让他陪同。如果好做的话，人别的企业早做了，还有人给你做吗？你要赚钱，我觉得还不敢给我买机器，那赚钱多难呢。你买机器吧，种植给别人买机器，那就咱自己做着，自己买那样不好。哎，你这科技想这么简单，你一没技术，没资金。你怎么弄那么容易？你开上次开玩笑吧，开别想那么没用的了。我一定要把
积极做事，把厂子开起来。还能出大条信？不行啊！那不行，咱打个赌。什么赌啊？把厂子开起，你干不干？你先开起来再说吧。来，这还有小事。什么事？来，开玩笑，开玩笑，接着现实。还得多说，你别提。你把钱借给我，马上开起来。中，我今天开再说吧，咱喝个茶吧。好。两人之前就是好友，虽然很怀疑，但王泽秋还是选择了相信老吴，允诺借钱给他试试。而拿到钱的吴红珠知道自己要抓住这难得的信任，立马开始研究图纸，用王泽秋借的钱购置了简单的机械设备，买了钢材，在自家的院子干了起来，家里的事儿就一概不管了。自从老吴搞上了发明吧，哈，他就跟着了魔似的，说什么他也听，他也不听。我也知道他脾气倔，想好干什么哈，就一根筋，劝也劝不动，只好由着他了。妻子拦不住，吴红珠倒也没让大家失望。没几周的时间，一个机器的雏形就做出来了。吴红珠发明的土豆播种机，开创性的提出了种勺式的播种方式，实现了一次性开沟、起垄、播种、施肥、覆土、盖地膜等播种土豆的全部工序，真正实现了土豆的机械化种植。为了测试样机的原理，吴红珠找来大大小小的砖块，模拟土豆种子，反复试验，翻来覆去几十次，从种槽取种子到最后下种都能够成功了。终于，吴红珠认为机器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可以下地测试了。为了获得关注，吴红珠特意叫来乡亲们一起去地里试试自己的机器。乡亲们可都是行家里手，看见这新机器一点不嘴软，问题问了个遍。这个机子弄中一下子像，你看俺叶工都是那么看着，种了花了肥田了足球好远都看着，俺放心，你这玩意儿下下能放心能整吗？放心吧，没事，先看了。那就得先让他看看喽。走，你看看，走。哎，你把开不下看看啊。那先看看吧。哎，不是，大家决定先让机器走起来看看。机器出发了。吴红珠的设计目标是要让机器一次性完成起垄、下种、覆膜三个工序。现在看来，机器工作的不错，大家都很有兴趣，围在一旁观看。很快，机器就种下去了不少。但没走出多远，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地膜被扯断了。膜断了，地膜断了。啊，怎么那你压那边还没压好？就是那你光说那膜断了。哎呦，还不是塞钱，不是？这小啊，弄着。看看塞钱，塞钱吧。就是，你这样看的放心。这里。下边了，这个。还没中。就说嘛。这个种的这，距离太远了是吧？距离远了，就是了。俺儿子七八公分嘛，距离远了，也浅了。浅了咱。这是不好哈，就是咱们家他们接着家来看，学的大了，太撇了，俺不用你弄，你研究好再说吧。走。正当吴红珠被乡亲们说的抬不起头来的时候，王泽秋说巧不巧的刚好来了。那种也不行啊，你说有的大小不一，塞钱也不均匀，这东西什么能种啊？快别干了，你再想把你就没这个基础，你不能成功的，不可能成功的，快干点正事吧，别磨这个闲了，不中。那不干事，走，学的你说的，太漂亮，你干检查多少？大家都非常失望，甚至拿这事儿当笑话说，而吴红珠似乎并没往心里去，而是一门心思的想着失败原因。那时候脑子吧全是土豆，晚上睡觉都在想如何改进机器，有时候灵感一来吧，就赶紧爬起来，然后再想办法到地里去试验。我觉得吧，只要再试验试验吧，就能成功了。经过上次的下地测试，吴红珠发现
机器的传动链条、开沟犁和地磨轴都存在问题，便对机器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改造。改进后，吴红珠又叫上邻里乡亲和王泽秋下地实验。上了这磨平以后了，我都回去全部都改进了。现在种子的皮米、深浅、改地膜，先全部改了。这次叫大家来咱来看一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咱们看这个板膜比那时候改的那板膜，咱们看巧，都干看看深浅。好，就是皮膜，是不是？好好好，开，好，来，给咱看看来。这次一开机，地膜铺得非常匀实，运送种子的系统也都运转良好，大家看起来都很满意。经过测试，改进后的机器播种效果不错。好，你看看现在好了，现在，爸爸看看吧。看那个机子没啥什么改，看你来挑好了。还是没改，我费好大功夫了。这还中哈，咱原是咱养个好了，咱比咱中，省时活了哈。谁的放心啊，咱这。别看你弄错误，你给俺们给俺优惠优惠啊。行，只要恁高兴，我就高兴了。就是啊。哎，大秋，你看。我的马铃薯播种机现在多好了，多成功了，大家也认可了。这个马铃薯机械厂，我马上就能办起来。你跟着我干行了。你刚做这一台就想开工厂，那是没有的事儿，那多着嘞。你大家都愿意买这机器，都认可这机器，哪能再算成功？你光生产一台就要开工厂。你等着看吧，我马上就能办起来。等你办起来再说。王泽秋是生意人。光造好一台机器还远达不到他的目标，但吴红珠很有信心。在这次测试之后不久，不少人听说能播种土豆的机器被造出来了，吴红珠的家里就热闹起来了，大家都想看看这机器是什么样的。还有不少是要订购机器的，吴红珠很高兴，倾尽全力做了几十台机器卖了出去。然而没过多久，有不少人找上门来要求退货。一头雾水的吴红珠跟着客户一起下地看个究竟。大家说他的机器在铺地膜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一边压土过多一边没有的情况，吴红珠不信，要让机器走起来看看。吴红珠跟在一旁仔细观察着，果然机器才走出去几米，地膜就断裂了。你看看，你不着急的话，我给你修修；着急的话，我就把钱退给你。要不你先给我敲点看看吧。正当吴红珠发愁时，王泽秋听到了客户们的投诉，也很焦虑。咱让什么东西？这播种机受故障了，快停手，我白干了。你不可能成功的，你现在没个基础。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回去考虑一下吧。一会儿就一定把它弄改好它。没用。自己借给吴红珠的钱打了水漂，王泽秋非常气恼，而吴红珠专心要把机器改进好。这次退货风波我赔了六百多万，但是我也意识到机器需要不断的改进，进一步的研发。欠了那么多钱得想办法还，不研发不行。回到家中，吴红珠一连几天茶饭不思，专心研究。经过了这次风波，老吴深刻地觉得高发明不是一蹴而就的。吴红珠还给机器申请了专利，并且报名参加了我爱发明栏目。在节目中，他赢得了与人工队、畜力队的较量，并得到了专家的认可，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很快他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土豆达人。以前总感觉吴红珠吹牛，一个初中文化的人还能发明机器，他居然做到了，成功了。我觉得发明不仅可以实现我的想法，还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我想办一个土豆
机械厂。那么现在他的发明终于算是成功了，但是走向市场才是真正考验发明人综合能力的指标。我们看看吴红珠能否过关呢？2013年11月5日，吴红珠翘首以待的日子终于到了。吴红珠的马铃薯机械厂终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开办了，不少人来给新厂的开办捧场，而当初最不看好他的王泽秋竟然也到场了。当时打那个赌，也就是随便说说，他居然把厂办起来了，机器上了电视，而且我感觉还有发展前景的。哎，子秋，我不骗你吧，厂子办起来了，现在可以全部干了吧？你是不是还记得当时打赌的事啊？哎呀，这不是正刚开起来厂子缺人手吗？你在技术上、在经验上都挺好的，过来帮帮我。一般活我可不会干啊。哎，这会儿就过来当副总嘛。行行，那比好待遇啊。必须的，放心行了。行行，既然他这么松快邀请我，我就跟他干，干干试试吧。名声远播的吴红珠，厂子办得越发红火，每天都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吴红珠觉得一切顺风顺水，可是在吴红珠进行一次例行抽检时，却意外发现了厂里一个不好的现象。哎，干啥？真装机器啊？还多少次这么松，你就装好了？哎，怎么松到了？哎，这就快过来。怎么的？叫你管资料，管资料，你怎么管资料？你看，怎么回事？这样就行了。这个没什么问题。谁摸梗？这要是发到用户手了，开始造成大问题了。要是播放300亩、500亩的话，这个险种，这个险种肯定问题大了。咱现在订单这么大，咱现在首要目标就是扩大生，迅速生产，迅速占有市场，依据咱现在的知名度，迅速让市场哪儿在上车。你得干。这个一两个小部分吧，小部件对机器本身没什么影响，这个工作中规中矩都没影响。哎呀，你。这样吧，咱找一天好的，找这一天咱到地里试验一下，行，好不好？比一下，你看，好吧？行，走。那什么大事？那找团结，找开团结。走，到地试试，走。吴红珠要求抓好质量，而王泽秋则认为要抓紧时间生产销售，占领市场。吴红珠说不过王泽秋，决定实际测试一下。哎，泽秋，我刚才告诉你螺丝松动是个大故障。你不是不相信吗？对啊，崔老师那是小问题，对机器本身没什么影响。好，你还这么说啊？嗯，这么但是你那台松动的吧，这台好的吧？啊，一会儿我咱们试验看一下，你看看故障是不是故障？吴红珠发现的问题在于种子的传送装置，认为机器运转一会儿肯定要出问题，而王泽秋则认为老吴是杞人忧天，根本没关系。几个人跟在机器后面，紧张地观察着两边的机器。一开始两边还都能够正常工作，可是没过多会儿，那个不合格的机器就出问题了。之前用手能推动的那一侧输送带这会儿不动了，王泽秋觉得很没面子。停！你看，刚才看到了吧？我说这一段这不在了吧？是啊。这个客户手里肯定麻烦大了，就这里下种，这里没有种子。现在你也相信了吧？现在服气了吧？是啊。这边到客户手的话，这造成多大损失？要是种100亩、200亩的话，你全没有种子，这可怎么办？我觉得老吴太较真了，非要搞什么对比测试。虽然他赢了。但是我还是不服气，我觉得当下之急还是要迅速占领市场，扩大生产。机器有几个小部件装配不到位，那也是小瑕疵，瑕不掩瑜嘛。就在厂内矛盾还没平息时，又有不少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客户反映吴红珠发明的机器在当地不适用，要求退货。吴红珠非常重视这个问题，马上组织人研究。经过实地测试发现，由于北方土地较硬且有大量硬土块，机器上的一个部件非常容易断裂。怪不得咱哈。再回去吧，现在办法，把它做做改进，给你时间眼里。
用人，我估计吧，到时候通信都不好的话，到时候通信都不好。找到问题的吴红珠决定停止接新单，集中精力研发改进机型。得知了工厂停止生产的消息，王泽秋可不干了。胡总，和你说个事。哎，郑哥。说这帮生产暂停了。对呀，暂停了这个。咱不能停产，现在技术这么好，咱必须抓紧利润，还得扩大生产呢，能不能停产呢？我也不希望停产，可是咱这机器现在质量有问题，你发出去货以后，老百姓受到损失了。那要生产的话，咱必须把住质量，你一定要把住质量。那好吧，还得质量第一，不能过了。我觉得老吴根本不懂什么经营，他脑子里只想做几台好机器。现在农机市场竞争这么激烈，你只想几年发新机型，人家很快就会模仿出来。当下之急，还是要迅速占领市场，在市场站稳脚跟，那才是上策。再说你研发新机型，你也不需要不接订单啊，不接订单企业怎么生存怎么发展？我不认同他的做法，一点都不认同。厂子一连几周都没有接单，王泽秋实在忍不住了。还有事说一下，订单还不恢复生产。把那些地方快点改进过来，坚决不能要有缺陷的产品吧，利用市场。你咱不再不恢复生产，下边工人都有意见了，咱厂子要垮掉的。如果你还要一直这样做的话，那我也没法做了。那我只有自己去生产，自己接单，自己去卖了，那你自己看着办吧。我知道王德秋是个心气高的人，人格有志，反正也不能勉强。我觉得吧，目前我最大的难题，这如何做出新机器，这个如何提高零部件的精度，降低故障率，不论花多少钱，我得想办法改进升级，做出完美的机器。老吴不给我面子，当着那么多人训斥我，我都忍了。以前之所以跟着他干，就是为了多赚钱。现在他不接订单，不生产，他不赚钱可以，我们怎么办？这不是办厂的方式。吴红珠知道王泽秋的离去是经营理念的差别造成的，自己是宁赔钱不赔声誉，王泽秋则是一切为市场服务。既然自己已经坚持到这份上了，不如继续专心研制新型号机器。很快吴红珠意识到目前的加工机械的精度不够，满足不了新机型的零件设计。吴红珠通过网络了解到，外国的不少农机都是用激光切割机加工，能大大提高机器的精度。可问题是，购置这样一台设备是现在停产的厂子无力达到的。老吴把厂里的骨干叫到一起商量对策，可大家一听说老吴的这个想法，马上就炸了锅。把大家叫来一块了哈，我想跟大家商议商议吧。我想买台激光切割机。这个设备多少钱？300来万。哎呀，太贵了，太高了。这个设备好像做出来吧哈，这个质量精准，档次一看跟原来不是一个档次。哎，吴总，我说一下啊，就是咱这个成本提高了以后，咱这个机器设价格是不是也得提升？如果价格提升的话，这个老百姓能不能接受？会不会影响咱这个销量呢？机器生产过漂亮，卖不出去怎么办呀？跟现在这机器挺好的，销量也挺好的，咱干出来产品也挺漂亮的，都挺严苛的。咱辛辛苦苦挣了份钱，全投在设备上，咱觉得这个那个风险挺大的。我们销售这边也是不同意，影响销量。我觉得干事情吧哈，应该往长远的想。这个激光切割机吧，必须买。这个事我想好了，这个激光切割机咱必须买。要不咱举手举那个表决一下，谁同意咱举手？不同意买，谁同意买？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他不同意。费用太高了，我不同意。在最后的举手表决中，仅吴红珠一人赞成。得不到公司骨干的认可，吴红珠就不能从厂里出这笔钱，只好回家找妻子
要钱去了。啊，账还有多少钱？我想买激光显微镜。倒是账号现在确实没钱。想想办法。这确实没钱，早上。借借，就借借。你以前已经借了很多钱了，嗯，而且都借遍了。吴红珠的发明遇到了瓶颈，技术、资金一个不能少。吴红珠能否寻得突破的途径？他又能否研发成功呢？请继续收看《我爱发明》，进击的达人之吴红珠。妻子虽然支持老吴买机器，但无奈家中实在拿不出钱来。关键时刻，吴红珠心脏病复发，妻子刘先香非常心疼，想尽办法筹到了一些钱。厂里的不少工人听说了老吴因为着急病倒了，纷纷自发拿出家里的积蓄支持购买激光切割机，一波三折，钱终于凑够了。激光切割机总算是买来了，吴红珠和技术人员抓紧掌握新设备。很快，第一台由激光切割机生产的土豆播种机做出来了。吴红珠特意邀请一些大客户前来观看新机器的试用效果。哎，各位，这是我用这个采买的激光切割机做的播种机，大家来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些机器是我们现用激光切割机做的，现在的通信度也好了，尤其这个种头也是我们激光切割机做的，比以前也改进了。这个确实比较不错，这一看就比这漂亮多了哈。哎，跟那个不是一个档次，你看给大家示范一下看看。因为很少能见到这么精细的农机，大家都对这新机器充满了兴趣，但是光外形漂亮不行，还得用实际播种效果说话。机器开动了，大家首先要观察的就是地膜的覆盖情况。由于是精密切割加工，机器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做到严格控制，地膜铺得平整干净，紧紧地包裹着垄沟，效果很好。料箱部分也运转得很稳定，一个个种槽在链条的带动下把土豆种子运送到下料部分，客户们都非常满意。没一会儿功夫，播种机在田里走完了两趟，大家要检查播种质量了。看到没有？看看神仙。播种机操好吧，关键是看着种子是不是一准一个，看着足足是不是合适，这个这神仙合适不合适。这机械的好处吧，就是哈，它的一致性好，多远吧就多远，多深吧就多深。这种子就是三角形排列的，这个就合理的利用空间。过来看看机吧，咱效果不错啊。现在激光切割机到底是不是老百姓的再买的机器成本增高了？对，用激光切割机做吧，是成本更高一点，可是吧，它的耐用度提高了。昨天我做的那个耐用14年，这你这种用7年没问题。啊，它比以前的机器能贵多少？现在？大概能贵个不到10%，7%-8%吧。这个还能接受，这还能接受。嗯，反正价格什么，价格贵着吧，反正多这寿命长。我可以多订它50台。嗯，我们现在可以现场就跟你们，现在先可以先订40台。啊，作为样机先铺过去吧，给老百姓作为推广。啊，大家都觉得机器做得好是关键，价格贵了一点可以接受，纷纷订购机器。而王泽秋工厂生产的机器则因为没有升级改造被迅速淘汰，厂子也萧条落寞了，客户们纷纷退单，把王泽秋逼到了绝境上。吴红珠听说了王泽秋的遭遇，决定不计前嫌，请他回厂里继续担任公司副总，把王泽秋从悬崖边拉了回来。没想到吴红珠能把我找回来，而且把我以前的机器改建以后给卖了，要不这次我真惨了。我以前还不服气，因为当时我们起步差不多，甚至他还不如我，可是他为什么能成功呢？而我不行，而我年轻都不行，以前都感觉他是一根筋，只有一个爱好，只知道研究机器，现在看来他还那么执着坚持不懈，
一定能成大事。倾尽全力研发的新型机终于有了回报，厂里人事也稳定下来，厂里生意日益红火。几年的时间，吴红珠就把生产规模扩大了几倍，他们研发的马铃薯系列机器不仅享誉国内，还卖到了全球十几个国家，成了名震一方的马铃薯大王。黄泽秋回到工厂当副总，生意兴隆他也功不可没，但是因为上次吊挑子单干的事情还是为人诟病，黄泽秋知道上次是自己有过错，希望慢慢的事情能过去。一天，吴红珠接到了甘肃一个客户的电话，说自己从代理商小张那里买的八台机器坏了五台，要求退货。从没出现过这么大的纰漏，吴红珠马上派出技术员前往当地看个究竟。技术员很快赶到了客户那里查看机器，机器开动起来，没走多一会儿，外行都能看出确实有问题，地膜有的被埋在土里，有的飘在外面，还有撕裂的情况。客户气愤地跟技术员讨要说法：“你看看这机器啊，到处都是毛病，你看看，这都没法用。你看看那地方呢，这个机器不行啊，这。你赶快叫你老板呢，给我退货啊，这个机器不能要。这还用啊？这个机器我看过了，这个机器咱修不了，它不是咱家的机器啊。什么不是你们家的机器？小张是不是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话，就是你们家的机器，我不管，我不管什么，咱们你们买了机器再给我赔。这机器我不能要了，赶快叫药员给我拉回去啊！技术员仔细查看了机器后，发现机器根本不是自己厂里的，而客户确实是从经销商手里买的。可得知消息的吴红珠想要联系经销商小张时，却发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什么事情问题帮我叫过来？不行啊，这个我再接个电话，一个总部没他发的机坏了不行。不可能吧？咱一年几千台车上都没问题啊，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也觉得是啊，刚才我有时候过一看啊，是不是咱机器？他应该就是说这个淘汰电瓶去专门去的。不可能吧？沈阳是我表弟，他卖产品都爱放心，不可能的。这个我那个刚才大学生电话大伙见接的话，可能手机没电了吧？是不是别的机器啊讹咱们？不可能。咱就真没问题，我也不知道，不管什么情况，咱们先过去。行，看我表弟真没问题，哎，你放心吧，没什么问题，不敢动，绝对不敢动。跟王泽秋商量后，两人决定让厂里职工去找代理商小张，而他们两人则一同去看看那假机器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在生产的？张世明一看就知道了，看出来一看就知道了。的话，在你们在代理商那买的要付钱，这是你们要包给自己市场。行，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回我们商议一下，好不好？你赶快想好了，这个动作啊，不想好了不行了啊！张，你不要着急。你们要钱的时候的话，啊，找机器，说机器怎么好，这事的话还说不是你们的机器，啊，到时候我上法院告你们。这个行吧，哈，先叫农民解决这个眼前大麻，找叫他把这钱挣上。这不是咱厂机器，咱不能办的事。你这是不是这次弄以后怎么办？咱不能叫他赖在身上。目前啊，就是因为联系这个事还没解决，还没搞清楚。目前嘛，就是因为联系不上校长，不知中间吧出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嘛，以后再回去慢慢再调查。经过查看，这台机器的确不是自己厂子生产的，而这件事的处理方法上，吴红珠跟王泽秋又产生了分歧。哎，师傅，这样吧，这个机器确实不是我们的，我先给你修修，你先种地，以后慢慢再说，好不好？行，那就这样，先这样定。整，好，修完了给我退货啊。行，给你退货，行，走，好。这一天，吴红珠把修好的假机器运到了客户手里，同时发来了一台新的真机器来给客户使用。这不是弄毛吗？这我特意调了我一台机器，帮你把你种上。你使用的时候哈，你也用看看效果，你就知道是不是这台机器是不是我们的机器了。
行，试试看好不好？好，行，你看看这台机器，给你拿过来了。那个先生们了，你看看大伙看看那个机器啊，吴总的机器，看看有什么区别和我们的机器，好不好？好好好，看一看。我开着走走看看。是是是，谁过来试试试看看效果吧？光光看外观是没用，咱看看看是个效果好不好用，好不好？效果。来，我那个谁过来看，我给你试试哈。吴红珠用真机器给农户种土豆，一方面帮助农户解决了实际问题，挽回了买到假机器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大家亲眼看看真假机器的效果差别。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吴红珠可是动了不少脑筋。双方机器开动了，真机器这边地膜盖得又匀又实，紧贴着地面，开沟起垄的效果看起来也都非常好，地面很平整，运转一如既往的流畅。而假机器这边，虽然吴红珠已经尽力修复，但是其差劲儿的铺地膜能力一目了然，地膜被风一吹便掀翻起来，当地的农户赶紧用土把吹飞的地膜压实，这才得以凑合过关。而吴红珠则给大家讲解着真机器是如何避免问题的。涛，哎，你看看你办完了，你看看效果吧，这台机器和这台机器怎么样？确实是效果不一样。也大家伙说着吧，看看看看有什么区别，比较比较，看看怎么样。那个不用黑，不用黑，大毕竟你这么一看，一看就给你看出来了。这个身体上的阻距多好，确实好，确实好。你那个不要看了，这个能用，那个不能，这个是用这个，那个不行的，那个机械确实不行，那个了。那吴老板，这样吧，那个机的话是我们在你们小庄那上买的，你们看看怎么办？那个机确实不能用。既然你们说是假机械嘛，我那个机确实在小庄那买的，啊，你看看怎么给我处理这个事儿。这一会儿我联系那些小庄吧。几番周折，农户的这边算是安抚踏实了，而另一边卖假机器的小张也被找到了。那机器是你买的？是我买的。真的是呢？你怎么这样的？你怎么干这种事情呢？他说他那个质量跟我们的差不多，但是给的折扣高。你这样做有诚信吗？有。人家老百姓是辛辛苦苦的一年，最后这么几天，全给人家耽误了。你怎么赚这种钱？对，我知道，这次是我做的不对，我错了。你看，我应该给个机会。别不退吧，给吴总别不退吧。我现在在后面不去道歉。如果有什么损失，我自己承担也可以。张老板，这次看在你把以前表现挺好的基础上，这次已经处理好的，这种钱往后想着，已经不能赚。我知道。走，小伙一会儿去马上去把这事办好它。可以，走。我一定要把这办事办利索的，行不行？不能顶替了，不行。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吴红珠和王泽秋带着小张去找当事人赔礼道歉。由于之前发了新机器，没有耽误农忙，假机器也得到了赔偿，农户很高兴地接受了道歉，这一次的假货风波终于算是告一段落。由于小张和王泽秋的亲戚关系，再加上之前的离场事件，背后总有闲言碎语，王泽秋决定引咎辞职。吴红珠虽不愿意，但也觉得王泽秋在厂里不好受，也就随他去了。虽然冒牌机器事件得到解决，但其实已经对厂子造成了声誉上的影响，而且还逼走了自己的老伙伴。吴红珠深知这样的事情以后绝不能再出现，便加紧了对公司规章制度的建立。以前我觉得吧，只有把马铃薯机器做好就够了。现在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公司管理也很非常重要。我现在不懂的地方很多，我还要继续学习。公司不是一个人的公司，马铃薯事业也不是一个人的事业。只有每一个人成长了，公司才能成长，我们才能共同把马铃薯机器的事业做大。您看，搞发明和管理企业，这可是两码事儿，就好像打仗和治理天下是两码事儿，一个道理。发明走向市场，发明人总得吃点亏，长长见识。好在呀，问题都解决了。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吴红珠的企业要如何发展呢？经过几次波折，吴红珠的马铃薯机械越做越大，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商品马铃薯机械生产企业，并且研发了一系列马铃薯机械。前些天，一位老板来找吴红珠，想要定制一款可以播种微型薯的机器。这种微型薯不同于我们常见的土豆，个头很小，是英国一家公司培育出的低矮植株马铃薯块种，其产量是用传统块茎种植出来的数倍，非常适合种植。由于其独特的外形，吴红珠的机械也拿它没办法。这位陈老板表示，可以先给吴红珠40%的高额定金，但如果机器没能在3个月内做出来，吴红珠就要支付5倍的赔偿金。微型薯种植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能把微型薯播种机做出来，这个它不但可以完整我们马铃薯机械这个产业链，也供流于占有市场，公司也能进一步得到发展壮大。话虽如此，但3个月内研发出新机型的挑战风险过大，一旦失败，不仅所有投入全部白费，还有支付巨额赔偿金。在公司的讨论会上，公司的员工几乎没人同意接下这单生意。虽然时间比较紧，可是我很有自信把这个微型薯播种机做出来。以前也有过这方面的这个研发计划，只是公司这个发展这个没有进行。正好借今天这个机会，时间紧，可以逼着我们这个把这个微型薯播种机做出来的。最终不顾厂里职工的反对，当天下午就跟对方签了合同。被逼无奈的厂里员工也只得破釜沉舟，跟着吴红珠努力研发。大家围绕着这一粒粒的小土豆，经过多次设计修改，反复试验。可是1个多月过去了，微型薯种植机的研发还是没有太大的进展，这可愁坏了吴红珠。没想到种微型薯这么难，种的又大又小，想很多办法，就是没解决一次下很多力的这个难题。看来之前我低估了这个困难程度，现在这个事情就是难办了。由于过度劳累，吴红珠旧病复发，病倒了。吴红珠躺在床上，仍然写写画画，一刻不停。妻子刘先香心里既着急又生气。吴红珠拖着病体继续搞研发，虽然有心想要做好机器，但是下种数量不可控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无论把上种槽做成什么样，这微型薯都会被挖上来好几个。距离协议约定交机器的时间只剩半个月了，客户也坐不住了，要来厂里看看进度。哎，莫总，好，机器。哎，你怎么过来了？我这不是那啥吗？不还早嘞，还有半个月嘞。啊，我先看看。哎，机器做是做成了，就是现在吧，这个种子吧，这个块不太好，一挂挂好几个。能行啊？这种子这么贵，这一下下好几颗，那多浪费啊！您半个月时间能给我做出来吗？哎呀，我现在这不一直在现在在给你做的这个设备嘛，改进上。做不出来的话可不行啊！要是做不出来的话，您得付我违约金。我可不跟你说了，我得赶紧去找人去了。我觉得吧，差一点点就想出来了，可能是我们思维吧被困住了，时间越近压力越大，这是我们越不能心乱，还得静下心来，思路打开了才能想出办法来。正当吴红珠焦头烂额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老朋友王泽秋意外地找到了他。哎，你怎么来了？我刚路过这里，看你这屋里亮着灯，上来看。走走走走走，这边带点瓜子，你不爱吃吗？哎呀，你看这个我怎么，然后瓜子，走走走。哎，你来正好，这个微型薯播种机现在把我愁坏了。是吗？哎，你过来正好，咱们就好好聊聊。行行行行。现在就是这个微型薯怎么不知道一次挖好多个，种好的还好，那些不合适的哈，一次挖好几个吧，两个的三个的，你帮我看看，
这个只要是把我处坏了，就是就这个事现在克服不了。王泽秋心里五味杂陈，吴红珠是自己的伯乐，之前还曾有愧于他，王泽秋动心了。我想在我以前困难的时候都是他挺身而出帮我，我挺感激的。我还记得当时的心情，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不一定帮上多大忙，就要多一份支持也是好的。所以这次不管我能出多大力，我也得帮他一下。当天晚上，吴红珠就和王泽秋一起连夜研究改进方向。他们发现之前的思路一直都围绕在种槽如何只成上来一个种子上，而王泽秋则说，如果实在不能控制种槽的上种量，能把多余的种子在运送过程中抖掉也是可行的。思路被打开了。第二天，吴红珠和王泽秋就召集公司其他技术人员一起按王泽秋的想法尝试，在种槽上加上了一个三角形装置来限制上种量，并配合振动装置把多余的种子弹掉。经过多次下地实验，基本解决了下种数量不可控的问题。由于微型鼠个头很小，所以再用以往的大种槽就会一次盛上来很多粒。新改进的微型鼠机械把种槽缩小，并在种槽加装了一个小凸起，另外还在链条处加装了偏心轮，使机器在运转过程中链条不断抖动。终于到了验收的日子，新研发的微型鼠播种机能让客户满意吗？吴总，时间到了，咱们这个微型鼠播种机做得怎么样了？给你做好了，看看我们费了好大劲儿跟后面一块看看吧，做好。看着机器外观挺好的，我相当满意，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你放心吧，我们试验好多次了。那咱们就当场，我也再给你咱们看一下吧。走，我给你试试，给你看看，走，试看。我们试验好几次了，放心吧。这是勤劳的，对，前面是开足，这是喷药，这是喷药的啊。啊啊，对。做工看看这些。看好的。这个技术咱们已经做过了哈，好多地方咱们都做了改进。我们不是一下子马上做出来的，像这个地方我们都试验了好多次。当时没有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一次挖好几个种子。啊。这样的话，有这个以后，他挖不上好多种子了。现在放上了，以前没有这个的时候哈，这边就这样的，就这么多，这样的。啊，它就是装的多了。对，你现在你看你现在一个特别的往上放，你也放不进去了。那就一会儿咱们看一下子播到地里它是什么效果。行，好，我给你试一下，好，走，试试看看，走，哎，往下走。客户听了吴红珠的介绍，都非常满意，要求开动机器实际测试。机器走起来了。由于客户是大农田的使用者，这一次的机器设计成了双排工作的方式，一次播种两排，速度翻倍。真的，真的是一个班一个啊，一个班一个。对，你看，一个班一个啊。而人们最关心的微型鼠上种问题，看起来也解决得非常好。一粒粒的微型鼠种真的就一个个排着队坐上了种槽，不多也不少。播种机吧，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种子一撮一窝一个最好，在到底以后的株距标准最好。株距也是个大问题，太大浪费土地资源，太小影响作物生长。从我们的镜头中可以看到，被种槽运送的微型鼠都准确地落在了一条直线上。从掉落的频率来看，株距应该也是非常均匀的。看到这些，客户对老吴赞不绝口。好，你坐好。好，你看看下来种子。老吴叫停了机器，请大家验收播种效果。慢点吧啊，这个不太好种。这一个。这有一个。这一个，就这一个，
这一个，真的挺好的。不是，没事，给你量一下啊。这个钟呢，多少？多少公分哈？对。对，这个深度也挺好。啊。咱们看看这数据。十六，哎呀，相当的标准。这个是机器真的挺好。这个也是十六。恭喜你，吴总。对。是不是我给你讲的就这个效果达到了吧？对，一株一个，您说的，一株一个，株株标准，加上也不浪费种子，一亩地光给你借个种子借好几百颗，一颗五毛钱一颗的话，需要这样的机器，这真的挺，这五毛钱一颗种子的话，一亩地就给你借好几百块钱，这要比人工播的要强太多了，均匀，再让你得请客了。好的，今天丰收了以后你请客啊。好的。这一次微迅数播种机研制成功了，我感觉比我自己做的台机器还高兴。我相信只要我们有毅力、有远见，团结一心，我们还会做出更先进、更好用的机器。这个微迅数播种机能研发成功，和公司的每个人分开，还要感谢王德秋过来帮我。有的时候吧，一个小伙伴可以掂量整个收益。这件事更说明，想成就事业，做不动。只靠一个人单打独斗，需要一个团队，需要团队的每个人尽全力。如今，吴红珠的工厂占地82亩，公司年产值已经近1亿元，规模仍在继续扩大。正是由于吴红珠坚持对机器品质的严苛追求，公司才能脚踏实地的发展壮大。在一次次的风波后，吴红珠和王泽秋终于成了患难见真情的伙伴。一起为中国马铃薯机械努力奋斗。我从各方面开始一路走来，全靠大家的帮助与支持。现在我们有到了很好的机遇，国家已经把马铃薯作为主粮，今后马铃薯机械还有更大的作用。现在我们机械有国外还有一定的差距，以后我们已经能赶超国外机械。我的想法就是把土豆机卖到全世界，在地球上只要有土豆的地方，就有我们发明的土豆机。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好的想法和创意呢，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络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好，再一次感谢您收看我爱发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丁西，下期再见。一位来自甘肃的糖葫芦大王，研发之路上是什么让他坚定信心，又是什么助他排除万难？敬请收看我爱发明进击的达人之米恒杰。一位来自甘肃的糖葫芦大王，他果敢坚毅，白手起家。他的研发之路危机四伏，是什么让他坚定信心，又是什么助他排除万难？敬请收看我爱发明进击的达人之米恒杰。